设计的话，应该设计了一个多月，然后就其实也是边设计边生产。哦，一边设计一边着手来做是吧？因为刚开始设计嘛，也不知道会出哪里出问题，然后我们就设计也差不多，然后就生产，然后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就这样一步一步来的。你们这个坦克是跟实际的坦克是一样大吗？对，一比一的比例设计。一比一的比例。然后您这大概是几个人然后做的那坦克？几个人做？你们有多团队？团队的话，设计的话有五六个人吧。开始设计到最后成型，一共花了多长时间？这个坦克的话，我们大概前期的话就是准备的话，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在设计的当中的话，就是前前后后六到七个月左右。这一个坦克来说的话，我们想让坦克的话开动起来很稳定，然后呢它的合理性更高一点，包括它的速度更高一点的话，想造了坦克的话，其实靠个人是完成不了这个过程的。我们是需要一个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到调试到维护的一整套的一个团队。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辆坦克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能完成的，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